家好，欢迎来到超有趣的超梦滚滚秀。话说夏日的温度逐渐升高了，可爱的团子们又将怎么样过上一个清凉的夏季呢？一起去看看团子们的消暑故事吧。夏天最好的选择就是泡澡澡了，比如这样。但是小团子可能没那么多耐心，不过妈妈会安排好一切的。嘿，哪里跑？妈妈，我错了。这样的团子算是很乖巧的，但是也有调皮的。妈妈，我不想泡澡。不可能，看我的。哎呀，妈妈太吓人了，来爸救救我。在夏季里享受美食是极好的，但是最好的方式应该是这样。不过小团子要注意一个老大难的问题。哎呀，妈妈不要抢。一只熊悄悄地享受美食，妈妈一定会光顾现场的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小团子始终可以感受到来自妈妈的爱。妈妈，我爱你。走开。太热了，还是要选个高处吹吹风，那应该是极其凉快的。看看这享受的样子。不过一不小心，可能是这样的。妈妈，不要急。Ha ha ha!